是你们呐、啊，我托你们是，那先跟他这个照顾，没没来，我先六百万他，我拜了，二十万。谢谢一方面谢谢肖院长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机会，同时我们会争取新的县市长，希望能有机会开展，就是为县市长来解套，一级的主管希望能改为政务官，同时在财政收支划分法能够给地方合理的相当的自主的财政比例。中央跟地方啊，并权的时代已经来临了，首先我们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，就在阐扬啊，今天各党各派的意见。谢谢各位县市长。所以没有空间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宾，欢迎来宾，好，对，你们努力啊，努力啊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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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吧。好，谢谢喽。现在的路口。对的。好，请往前。各位县市长的当选人，我首先要感谢各位、啊、来当中来参加今天这个聚餐。今天晚上这个餐会啊，是纯联谊的，大家都借这个机会啊。我们大家能够非正式的这样子多交换的意见，那么当然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道贺，恭喜大家能够荣任下一届的县市长，希望我们今后这个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互动关系上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所以我也想用今天这个机会来把我个人的一些理念，以及我们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关系啊，我提出一些看法，来请教各位。那么政府是一体的，这一点我要向各位报告的。因为我们虽然政府的机关呢、啊，因为这个职责的不同、啊，所以在行的方面有不同的部门，在重的方面也有中央地方不同层级的机关，但是、啊、在人民的眼里头啊，我想政府就是只有一个啊，那么就是政府这样的。所以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啊，我们都是服务的对象都是全国的人民，大家相互密切的配合啊，共同的努力啊，对。所以我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，我想向各位来做一个说明，就是我想我们做事情一定是不分党派，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。台澎金马这是一个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虽然各县市发展的条件跟形态是有所不同的，我政府啊谋求地方的繁荣的进步以及增进民众福祉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、啊、一起来解决一些这个跨县市的区域的问题，比如像环保的问题、啊、像交通的问题、啊、水利的问题、啊、社会治安的问题，这些有些都是不是光是一个县市的问题，也不是跨县市，我们最大民众最大的福祉可以说为国家这个有序发展，那么我们希望以后我们的工作上面多联系啊，多协调，我们也多多的沟通。在这里再度的这个祝福各位，上这个非常简慢啊，我
在肚子边，来恭喜大家，谢谢各位哈，也是新年快乐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哈，谢谢。